因为土豆丝很尖，会刺破我的嗓子。明星满嘴跑火车能有多离谱？记者问李易峰想要什么礼物时，他直接大胆开麦：今年比较期待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啊，你们优酷的，那优酷的原始部也可以。这是一个敢问，一个敢答呀。当被问到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最想做但现在还没有开始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当妈妈。被问到有什么特殊爱好时，又是耿直回答：差不多跟大家都一样。是那种穷游的，还是说是那种跟旅游团会常规限动的？我这么有钱，不可能穷游。被问到如何评价自己的滑雪技术，对自己滑雪技术如何评价？觉得还是为冬奥会积极备战吧，希望取得好的成绩。周深也是个臭屁达人，当然不能吃土豆丝啊，因为土豆丝很尖，会刺破我的嗓子。熟悉我的生米都知道，我吃米都一定要把两端的尖端剪掉，会刺破我的嗓子。这都是我的特殊爱好。Yeah. 戚薇被问到手动挡和自动挡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手动，一个是自动。汪苏泷给微博提的建议也是没谁了，叫做一键转粉。一键转粉，比如说我原来我是喜欢徐良的，但是我现在发现，哇，汪苏泷才是真正的宝藏男孩，那我这时候就可以开启一键转粉功能。你就说我现在要转粉到汪苏泷了，嗯，然后。这个功能就是可以把你以前所有发的给徐良吹的彩虹屁都变成了给汪苏泷吹的。就说震惊，徐良唱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现在震惊，汪苏泷唱这首歌也太好听了，你说实不实用？